姊妹问说，刘师母有哪一些过人之处？是体力啊、爱心啊、恒心啊、热切啊、顺服啊。大概主都有恩典吧，供应他哦。如果他真生病了，他实质症的到了，他就没办法嘛啊、哦。他是否有过下沉冷淡？如何升起？这个下沉呢、啊？没有一个人弟兄姊妹里头没有这个下沉的时候都有。那有的人呢，下沉了以后，他就不来了，他就不干了。这个刘师母没有，他里头你说我也常常会下沉了，下沉，感觉下沉了。我因为我常侍奉，我常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一早去晨祷，弄一下，哎，马上就恢复了嘛。所以这个下沉是也避不了。所以基督徒就是上上下下，都是这种的情形。但是有的人呢，这个灵里面常会变，但是灵里面也常常容易起来。你就要享受主，你就要亲近主，你就要呼求主，承认你自己的亏欠，良心就被洁净了，这个交通里这个好像电一样就供应出来，你这个电热器又热了，你这个电扇器又发动了，这个灵很容易下去，一回家或者是路上看见小孩或者什么，一有发脾气，你就下去了，很容易下去，很容易起来。那心呢、啊？这个心呢、啊、就不容易。一个弟兄姊妹很可能他里头不行了，但是他心向着主，所以他还能维持。不过呢，都在外面维持，里面的没有尽头了。那所以啊，心呢非常宝贝。它不容易把它热起来，但是热了以后也比较不容易一下就冷了。那如果心要冷下来了，那个要起来呀、啊、就不太容易。有的时候一冷下来，冷了两年，冷了三年。有一个弟兄，他侍奉主，他很有果效，一个区啊给他做了100多人呐、啊，很有果效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一些东西把它绊倒了。那么我们一看他，我们知道他以前很有功用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，说弟兄你来太好了，我们挑在一起好好陪他。有一次他就说，他说弟兄，老师说啊，我现在心很冷的、啊，很寒呐、啊。心，那么这个心一寒呐、啊，有的时候到现在你看这个。将近7、8年了，我还没有听见这弟兄又起来了，没有。求主怜悯，保守我们的心呐、啊，都纪念我们对主的奉献。心不容易冷，但是冷一下要热起来，有的时候，神要安排一些环境，那个东西很不容易，需要为他们带到。那第三呢，环境呢、啊？环境改变，叫我们教会生活受亏损，这一个更难。如果环境上你让这个环境给你捆绑，你叫一个叫这个环境应该变了，不容易。比方说，这个年轻的弟兄或者年轻姊妹。就是，人家介绍婚姻，有两个弟兄都可能啊，他对你的有意思，那你觉得你是爱这个还是那个爱那个？有一个啊，他这个教育程度很高，也很能干，他做事啊那个职业看起来也很有前途，但是还有一个就很平常，但是你平常这个比较很爱主。好像各方面条件很多的，他这个对主没有什么心，那这个时候就看你这个拣选，要拣选谁啊？你要拣选那个
好像很有前途，好像各方面的情形很好的，你要让他转过来呀，环境转过来，那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再比方说，你要租房子，租了，要住哪里呢？哎，你就看了看，有两个房子，都很还不错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房子啊，这个离这个会所啊很远，要聚会呀、啊。哦，也很不简单，又没有公车，又没有什么，你自己又不会骑摩托车，不会没有汽车，那么你难得一个礼拜来一次就不简单了。还有一个好像就在会所附近，很近很近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房租啊，还贵一点，并且那个房子还差一点，那个时候你拣选什么？你要拣选说房子好，要房子好。你这房子一好啊，也许啊三年呐、啊，你这个属灵天起不来，因为没有不容易来聚会嘛，不容易。有的找了职业，他礼拜天要加班，你都没有办法。但是你拣选，到底是拣选什么呢？你拣选这一个了，那你要改变很难呐、啊，你要换一个工作也很难呐、啊。所以这里有三个不同，一个是灵里面的跟主的亲近，一个是心里面的，一个是啊环境，生活环境上面的。灵里面一面说很你一不小心他灵力就差了，可能你一天跌倒两三次但是呢要起来很容易，因为神最好说话了，你说神啊，我错了，神啊，你赦免我，他就相信你了，就赦免你，保修就接近你，你重新在他面前感谢了他的供应，但是心里面你躲避他，心神要叫好安排一些环境，把你再转回来，你看浪子要再转回来，经过多大的这个功夫了、啊，但是环境上那个改变啊，最难。所以特别，今天我们来跟随主的路，一面是主拣选我们，一面也是我们拣选主。在每一个环境、每一个事情，到底是不是先拣选主，先叫我们属灵上那个蒙恩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种的情形，当然是很为难，很不容易。那么这种情也是很普遍的。像我们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像前面的弟兄姊妹，一对一对，他们的光景实在像我比我那个这个跟刘师母的那种的配合，那个这个一起来为主做摆上。一点都不差的，我非常珍赏这里姊妹们跟这个那些带头的弟兄们他们的配搭，一点都不差，很感谢主。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家是这样子。那么在这里就是也许主要我们姊妹们比较更爱主，比较更为着主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得学啊，怎么把弟兄啊带到主的面前？或者我们有几个孩子，就是不要聚会，以前也许我们不太会怎么管他，怎么带他到主面前，但是现在大了，初中，这个毕业了，到了高中，他觉得他还了不起了，他觉得这个父亲母亲还不如他了，他。这个人越大越觉得自己很神气啊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是说，你在福音朋友或者别的弟兄姊妹中间碰到这样的人，你只好说，他不信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去拜访他两次了，他都不要，那我也只能
让在主手里了。那么如果有别的年轻的孩子、青少年，你愿意帮他，但是他还是调皮，还是你也没办法。但是现在那个孩子，那个现在就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女儿，那个年代就是你的老公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没办法逍遥啊，说交给主吧，你必须接受负担，来帮助他。帮助那个怎么帮助？真难啊，真难啊，真难。但是在这个难里面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，也给我们智慧，也给我们智慧。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智慧。我就记得，也几年前呢，我常去印尼了。这个印尼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的集团，叫做力宝集团呐。那个带头的是弟兄，很爱主，很爱主。他的姊妹也很爱主。那么这个他们这个事业能够做到一个，这个国家里面，这个好像这个企业里面第二、第三这个名次的，那就不简单了。所以年纪也都是很大了，他们也这个弟兄也都是非常有本事，但是他这个姊妹啊，他就有一个本事，你无论晚上回来，这个弟兄多这个辛苦，多难，多困，没有力气，要睡觉以前呢，我一定要叫我的弟兄陪着我一起在房间里跪下来祷告。哎，我祷告了，还要他祷告，也奇怪。他有一个本事，叫他的弟兄做这个大老板啊。他碰到他太太这样，他不会说你去你的。他这个对底下的人，他也许很生气，但对太太啊，竟然他要他祷告，他只好跪下来，每天这样祷告，就借着这一个，叫他神的面前。这个我很佩服那个姊妹，真是有本事。那当然有的人他肯吃这一个杯，有的人不肯吃啊。你如果也照样对你的弟兄也是这么一下啊，你的正姊妹，他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药啊。所以你就必须怎么哄他。就求主给了你智慧啊，在合适的情形里面慢慢提供他，慢慢提供他。这个就是说，一个需要恩典，恩典不要你就是哎，这没办法了。好像主耶稣有没有对你丈夫死了心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对他，对那个向着主能够爱主能够起来，你是死了心了，不可以死了心，因为主的爱是不改变。主的爱，如果他是已经得救了，主总是要激励他爱他。就是没有得救，也因着我们，和他结婚，所以他也因着我们的缘故啊，也是被分别出来。他必须因着我的带导。必须因着我的愿意在神面前的恳求来施恩给他，对不对？那个姊妹们一定要接受负担，这个不像别人他不行你就算了，你都不能算了。所以那我们的对方来不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那么当然这个其中有个基本的条件，就是说当你爱主，当你侍奉主，当你照顾群养，当你为着教会的需要，在那里有这个配搭，都是花时间花力量的时候，你也要顾到你自己的责任，在家庭里面的责任，还有你的见证，你生活的见证。如果你现在生活见得不好，他觉得你这个也不见得比他好啊，或者你
整个的你为着爱主，你家里什么都不管呢，都不管，他觉得他的忍耐已经到了绝点，不跟你离婚已经是很好了，你还要叫他跟你一起爱主，就很难啊。所以在生活里，一面要爱主，一面有恩典来供应他，一面还需要要有一些见证，这个见证里也包括对他的照顾，对他的顾惜，能够在生活上各方面真正的关心他，我觉得是，如果有的姊妹也的确是很过了，也有点很过了。这个我说一件事，因为这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，有一个这个在台湾呢，当这个一个情形到了好像要转型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弟兄，他是政工方面的第一把的人员，他是成了上将了，政工里面做上将了，他就这个蒋经国打发到巴拉圭去，那个时候跟南美的巴拉圭有这个外交的关系，叫他到那里去大使，台湾在这边，巴拉圭就在这个南美洲，在那地球的那一边。那他就去了，他的太太当然也跟他去了。我们弟兄的太太啊，很爱主，这个姊妹啊，还有，她真是爱主啊，真是为着主发热心，真是传福音。她因为这样去啊，所以就把大使馆的很多的弟兄啊都带着得救了。所以巴拉圭那个时候呢，那里亚收生呢、啊、那个首都啊，那个教会，这个就是很多的三分之二差不多都是跟大使馆有关系，就是他的太太来请客，他的太太要他们信主，他们一看大使太太，谁也不敢说不去啊，所以有的真信主，有的假信主，差不多都信主了。但是这个姊妹啊，厉害到一个地步，她教会有需要，要奉献财物啊。她的先生呢、啊，是这个上将啊，上将几颗星啊？三个。三个星啊。那个是真的金子的，真的金子的上将，不是假镀金的、啊。他太太也不告诉他弟兄，就把三个金子都奉献了。但有一天，他的弟兄要找这个传直播，要找这个东西，找没有了，才发现他把他奉献给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也是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很好笑一件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姊妹太热心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弟兄给他热得不受不了了，那你要叫他爱主，叫他起来是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求主怜悯，我们的见证也需要，除了这个，我们需要恩典，需要智慧，不要这么硬碰硬的，要有一些智慧。这个神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他使用的人，弟兄也罢，姊妹也罢，神都喜欢。如果人把自己摆在神面前，神喜欢用我们，那用我们他必定用恩赐来祝福我们，装备我们，也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灵来加强我们。所以这个宇慈度啊，很明显是那个时候主在他身上做工，所以他的福音是很强的，福音很强。这个你托圣利用就做见证，当他这个宇慈度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讲完了以后，这个人家走了，这个常常这个前面啊好像都是泪水了，人呢给这辈子他流眼泪，所以前面都地上都是石点，所以他那个灵是非常的强，
那么尼弟兄那一天在那里，结果就得着神的灵，很厉害地冲击他，很厉害冲击他，很厉害的主，好像把他那个救恩的爱了，这个吸引他。但是他当时他还不大愿意接受，所以他回家去晚上就一直在踌躇，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呢？要不要接受耶稣呢？因为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很不好，里头神弟兄，因为他的妈妈，那个时候他在基督教里也算很有台面的。那个民国十四年，这个孙中山先生呢，就是那个时候中华民国革命成功一个后来一个总统，到了十四年，他就第一次到福州，这个到福州去，这个巡视。那个时候他要演讲，大家都欢迎他要演讲，就找这个里头孙弟兄的妈妈来做翻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华侨，他是广东人，在家里是讲广东话，从小啊，父母把他带到夏威夷檀香山那里去，所以他英文非常好，然后广东话好，但是国语啊，就讲得不好。那现在做总统到一个地方，一定是讲国语了，讲国语讲的福州人听不懂，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翻译。那么他呢，但是尼迪欧的妈妈，她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叫做华西，私塾，华西的，她是专门英语的教学的。那所以这个年轻的他妈妈年轻的时候，他是这个英文是不错，英语是不错，所以他就做翻译啊，替这个孙中山来翻这个翻的福州话，是这样的，是这一个人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呢，虽然是了不起，他在基督教里面他也很逍遥。很逍遥，也在很活动很多，可是没有得救。那么有的时候牧师啊就来，他在聚会，主日去做礼拜，做完了到礼拜天下午，这个家里就找几个朋友，就把桌子一拉开啊，哇，就打麻将起来了。就打了麻将，有的时候牧师来募捐了，啊，要来募捐，在公会来募捐嘛。那么他妈妈就在这个桌子上有赚了一些钱啊，就拿了，就给牧师了，牧师就收了，就啊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尼迪欧在家里看他妈妈这个，心里哎呀，就看不起这个牧师，也看不起这个基督教，说了我一辈子也不会相信耶稣，我更不会上做牧师啊，这简直做梦了。不可能的啦，所以他这个都是事情就讲多了，所以那个时候，这个禹慈禄这个圣灵的感动叫他，他就不肯了，不肯。就在那个晚间挣扎的时候，主就好像给他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用那个钉痕的手啊招呼他，要尼迪欧来侍奉他。所以别人的得救都是单单为着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但是尼迪欧得救那天晚上，他拣选一生来侍奉主的路，接受他做他的主，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。如果不是主这样显现，他根本不愿意信主的，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。所以这我们只能说，这是属主特别在这个1921年那个时间，他这个来做特别的事啊，感谢主。